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柔，我是林东奎。异化这个灾害呢，其实呢会造成财产的损失啊，但是呢甚少造成这个人民的伤亡。就算是九一地震以后发生过异化，其实工程方就把它退回来，倾斜我就把你退回来，就花一点钱，你现在还可以解决。传播知识的现场，人文讲堂。